终于找到这个就是当时弟弟把哥哥接到身边让唯粉姐姐拍到而心碎了的视频。那时弟弟前脚刚走，哥哥就出事了，而当时弟弟正在隔离中，除了担心也没有别的办法。后当隔离一结束，就立马把哥哥接到身边来。这是哥哥当晚进酒店的场景，据说摩托姐姐当时看到人都傻了。而这张哥哥进酒店的照片也是唯粉姐姐跟到拍出来的，这是当时的热后记者。哥哥当时进去没有拿行李，然后没多久弟弟就下来拿了两个大箱子哥哥的行李上去，好贴心，怕他哥累着。然后这次我只有只有四个，只有四个。我给你，我从那个北京，我快递给你。北京的快递给你。他那个速度是惊人的速度，惊人的速度。还有这吃火锅的嘴也说明了一切。